行起立。礼佛三问讯。向法师问讯。阿弥陀佛。各位请坐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十善业道经。各位法师、各位菩萨请放掌。好，那么我们上次有讲到师父在这个八九十十一这几页哈，会重复讲几堂哈，尤其这个现在第十页第十页地方哈，我要稍微要讲清楚啊。那第八、第九有关心相戒体啊，众生如何持戒，我可能会摆在最后一堂课再讲。这个地方你们先看过去哈，这个就是我们大圣戒法哈。那众生及持戒处哈，那这个尤其像第八页，它是在讲整个心啊，我们戒体啊的戒体跟戒相啊，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佛性无相跟种子缘起啊，从体跟相来讲我们的戒体。那这一段呢，我们会摆在最后才说啊。那所有的这个正见，你必须来到这个一切众生啊，佛性之性啊，性就是我们讲的不动清净啊的角度啊，那你有这个持戒的清净佛性啊，那在过程当中啊是戒的持戒啊，那我们讲持戒就是很多的因缘对境啊，法不孤起啊，藏境方生，所以你不要想你没有烦恼。没有烦恼你怎么持戒啊？没有烦恼你如何去开显你的佛性啊？那所以这个以后较袂烧钱啊，痛苦。啊，你甲因讲，你赚，去年赚偌济，啊，股票赚偌济，无怪啊。